买了一个英国的全盔，可惜不是见面盔，但是还可以。上一个头盔太小了，然后这个又换了一个。感觉还不错，样式挺酷，也挺符合机车的颜色。现在只要等这个蓝牙耳机魔术贴，然后把这个耳机贴贴上去，淡黄色的配黑色。然后还送了这个护颈，然后手套，还有一个6寸护颈。感觉还不错。酷。